2020第三集。第一，对台湾人的ROC 新闻是 KMT 的 ROC 当局1945十月二五甲1946正月十二，连续违反国际法，加在台湾人身上的，还甲全体台湾人，即嘛也阁是在国际法上拢是无国籍。而且也阁不足的ROC 身份证只在台湾有录音，出了台湾都无录音。因为ROC 这个国家在1949年十月初一已经和毛泽东消灭了，世界上再也没有ROC 这个国家了。拜读到台湾的只是 ROC 的流氓政府，不是国家，因为台湾只是 ROC 受明军委托的占领地，不是 ROC 的领土。国家有就有，无就无，世界上无迄个流氓国家。但却有真多不在本国领土上的流氓政府，比如讲印度的西藏流氓政府，李建中在伦敦的戴高乐法国流氓政府，以及在台湾的 ROC 流氓政府。在冷战时期中，台湾这个 ROC 流氓政府甲美国日本民主阵营真济国家一直有外交关系，但是本质上一直拢只是流氓政府。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咱即马过来2020第三集。我顶摆讲到讲参加 KMT。不是人人有罪啊！参加 KMT 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甲戒严制度所造成的啊！迄阵足侪人不得不参加国民党。你嘛讲起来讲 ROC 的新闻，这嘛是同款。咱大家有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，敢若蔡英文。偌清德，70岁以上的、以下的哦，大家拢出世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并唔知道这个身份证是国民党 ROC 当局两摆违法加在台湾人的身上，1945年。十月二五，伊是开始来占领统治台湾，代表民军来占领统治台湾。伊甲咱骗讲，讲好台湾，大家拢可以吼中华民国国籍。不但安尼，1946年正月十二，南京的行政院阁公布讲，台湾人民一律恢复中华民国国籍，这嘛莫名其妙呢。台湾是满洲政府割予日本，所以割予的时阵，迄阵无中华民国政府啊。你来讲，台湾人恢复中华民国这个国籍，你应该讲
台湾人拢会当重新会当来参加国民党党籍，中华民国国籍。因为在1895年，满洲割予将台湾割予日本的时阵，也无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。这是第二个。ROC 当局违法将中华民国的身份加在台湾人身上。去了后，迄阵台湾人嘛唔知影讲，甲咱讲光复啦，甲咱讲恢复中华民国国籍。台湾人哦，迄阵确实有真侪人唔知影，这国民党违法。这中华民国违法，唔知影。所以，迄了出事的人，比如偌清的蔡英文，伊嘛拢唔知影讲，国民党违法，将这个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就你出事就给你加落去啊。尤其，伊1949年10月7日，中华民国都亡国去啊。叫毛泽东消灭去啊！蒋介石流亡来台湾是流亡政府哦，唔是流亡国家。迄、那个国家袂当，国家若有就有，无就无。政府会当流亡，国家袂当流亡。所以流亡来台湾的蒋介石，这个中华民国是政府啦，尔是流亡政府。唔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，虽然台湾实际上是伊自迄年开始，1950年开始，伊全个在复职时事，佮恢复中华民国其实是伊在来建国，但是呢，伊继续冇用迄、那个。西人国号，中华民国国号。其实，在美国在真侪国家，拢甲你认定你是流亡政府那样，因为你无本土，台湾唔是本土。甲1950年，你住在成立中央政府的时阵，台湾也唔是中华民国领土，就是嘛也唔捌，台湾唔捌做过中华民国领土，在。满洲割予日本以前，中华民国成立。中华民国1949年10月7日，就叫毛泽东消灭，就无这个国家，世间就无这个国家。所以，咱摕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是无路用的呢，全世界无这个国家呢。所以，咱摕这个身份是好笑的呢。咱啊出国吼。你敢讲中华民国，讲全世界无这个国家呢？所以咱这个身份对咱家己会使，对咱台湾真有路用。咱若无身份证，阁袂使，无护照阁袂使。你要出入境，这阁落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甲护照。但是你外国人无承认呢，因为你唔是，你是无领土的。你这个中华民国是无领土的国家，台湾澎湖不是中华民国领土。虽然咱台湾人住伫遮，咱应该会当建国，但是咱无。咱互蒋介石甲咱牵连落去，继续用这个西人国号做咱的国家。咱个拢唔知影讲，咱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。你在世界上，你在中华民国不是法律国家，不是法律的主上、主权独立国家，所以你这个身份是无效的。咱都唔知，包括1950年，这个、冷战期间，到包括今麦到15国，拢认定你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是。中国唯一合法政府，所以你是中国
中华民国政府是合治流亡政府。美国甲你有，美国、日本在迄个冷战期间，全世界有40-50个五六十国甲台湾维持外交关系，迄拢是承认你是流亡政府。咱世界上吼，无迄流亡国家，国家若有就有，无就无。你中华民国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毛泽东消灭去，啊，都无这个国家，啊，人伊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会使有你流亡来台湾，全世界有真侪流亡的政府，无流亡的国家。你讲印度有西藏的流亡政府。西藏嘛是要中共消灭去，吼、哦、啊！李建中、戴高乐，这个希特勒两个后尾就消灭法国啊！啊，这戴高乐走去伦敦去成立一个法国的流亡政府。啊，同款，1949年10月7日，中华民国就叫毛泽东消灭。啊，蒋介石带60万大军，啊，甲80万难民来台湾，哈、啊，讲伊，咱大家都唔知讲伊福建中华民国，啊，佫将这个中央政府按南京迁到广州，啊，广州佫迁来台湾台北，啊，台湾台北唔是你领土。广州是你的领土，你会使迁来迁去。你台湾不是你的领土，所以你若走到台湾来，走到台北来，安尼变流亡政府，安尼拢唔知。所以，这个敖西的身份，咱台湾人唔知唔捌，阿嘛莫名其妙去用加这个身份落去，咱个拢知影，唔知影违法。啊，咱到今为止，咱也唔知影讲咱台湾人在世界上、国际法上，咱是无国籍。啊，这个第三利空利空，第三集我就讲到这。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你好。